手机，我看到我们摄影师那个几个字，我都觉得蛮吸引我。怎么了？不打死弟弟们。那是。你过来，我看，因为他不是太阳组，你帮我念一下。看不到吴大师比比。哦，对对，好听。什么意思啊？就是吴大师比比，他姓吴叫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哦，他的老婆叫比比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比比哎，吴大师比比。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就叫做吴大师比比。嘿，你们在干嘛？在笑？好了，我讲错吗？没有，我们的黄代表那边好像。不要误导朋友。好，什么意思？我一讲他们都在笑。因为我是太阳子，我听得懂你在讲的是。吴大师 BB， 我一直在笑嘞，什么意思啦？来，解释。我刚不是讲吗？他姓吴叫大师，他老婆叫 BB， 他老婆叫 BB。好啦，你都在笑，不是这一定有典故。哎，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就桃山隧道的意思，对不对？桃山隧道的意思，对。他解释对不对？好了，这样讲对吗？不到十 BB 啊，耶！出来，好了吗？谢谢各位我们的格鲁巴乐团，对对，不到十 BB， OK， 掌声给他们鼓励鼓励。你一定要记住，我都不敢讲，你敢讲，你给我记住。不，你坦白，我们研究比较坦白。坦白什么？啊，讲实话。什么实话？你就别再问了嘛。好，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不，下面两秒不放。叫尤大师，爸爸叫尤大师啊，不是，哑巴了，哑巴，爸爸叫哑巴，爸爸叫哑巴，阿公叫尤大师，阿公叫尤大，阿妈叫雅弟，阿妈叫雅弟，阿叫雅雅，阿妈叫雅雅，爸爸叫尤大师，爸爸叫尤大，啊不对，又讲错了，哎，重新，妈妈叫，看这边，妈妈叫雅雅，妈妈叫雅雅。
穿那个全筒的，我也有一套呢。你说我没有花帽？我没有戴。喂，喂，他。他。张什么？张伟凯。哦哟。张伟凯。小朋友。街舞的去报名，50个，快点去！街舞，去快点去！不要，先不要离开。然后还有哥哥姐姐还没到的，赶快找一下，啊，快点！没有来的话就没有奖品喽。马头发的 gentleman。吴大师 BB， 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哦，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
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对对对，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哎，对对。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这样贴近，因为你。原住民那个煎熬会不会唱？他演个煎熬的。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我在烧，烧出会有多好，将思念不要。我相信我已经快要把你忘掉，跟寂寞再和好拥抱。好了，你要突然拉开。
Ambition is a way of life. It's a mindset. Follow me. That's my ambition, nigga. My ambition, nigga. That's my ambition, nigga. I ain't working for me. See, I'm just trying to focus. Cause I'm not free, nigga.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can break them down.可以。好了，小朋友，我们要到前面集合了。来，在台下集合。好，我们在舞台下面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帮我接哪个？快点咯，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对对对对，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对对对，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爸爸叫尤达。啊，不是不是，哑巴了哑巴。爸爸叫哑巴。爸爸叫哑巴。阿公叫尤达。阿公叫尤达。阿妈叫雅蒂。阿爸叫雅蒂。等一下，等一下，弟弟，你跟他讲说眼睛要看这里。眼睛看这边。这里哈。这里哈。我讲你讲方这边哈。好看这边哦，对哦。好，妈妈叫雅雅。妈妈叫雅雅。爸爸叫尤达。爸爸叫尤达。啊不对，又讲错了。哎，重新。妈妈叫，看这边，妈妈叫雅雅。妈妈叫雅雅。爸爸叫哑巴。爸爸叫哑巴。然后，阿公叫尤达。阿公叫尤达。阿妈叫雅蒂。阿妈叫雅蒂。这是吴大师 BB， 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啊。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他叫 BB， 吴大师 BB。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叫的吴大师 BB。
还没点，对。好，排好，排好，快点，排好，排好，一排一排，第一排六个，第一排六个，一排六个，快点，一排六个。好，不要动，后退一步，后退一步。对，好了，好了，好了，不要一直推来推去，不要跌倒哦。好，第一排六个哈，一二三四五六。好，哎，不要动哦，不要动哦。好了，好了，不要动了。一二四六，好，手拉起来，旁边手拉起来。手拉起来，有没有看到旁边的人？不要动到旁边的人，快点！手左右，左右看齐，左。那边其他的在后面，啊、哦，先其他的在后面，没关系，我们先学对排哦，只要对齐就好了。来，快点，这边，这边的男生到后面去，这边男生到后面去。对，快点啊！对齐，向前面对齐。好，我们先排，来算一下人数，这边总共几个人？总共几个人？看一下啊。二十五个，是不是？二十五个。好。二十五个，好。目前二十五。好，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安排的时间。好，小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好，小朋友要注意一下。等一下，我们要上课，对不对？今天晚上要表演，知不知道？知道。上一次有没有人来上过球嘛？对不对？可是今天比较不一样哦，今天全部的人都会来看你们表演哦，知道吗？哦，所以家里面的人全部都会来看你们表演，所以你们不能跳不好，表现不好哦，知道吗？好，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只有现在两点开始算的话。晚上就要表演，好，知道吗？还有，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目前二十五个人表演，我是要表演才有奖品啊，要有表演才有奖品哦，不要跳一跳跑掉，跑回家跑去玩了，啊，知道吗？跑掉就没有哦，啊，知道吗？啊，所以我们目前是二十五个人，第一排在黄金那边，啊，老师在前面。好，小朋友有没有印象？一定要介绍一下。对周。好，要不要介绍一下？好，没关系。等一下你们上课的时候有问题再问老师哈，我就不浪费时间啊。来这边，悠悠班有没有？国小一年级、二年级，包含悠悠班。来，到这个老师这边，到这个老师这边，快点。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哎，我看应该有。今天全部一二年级，一二年级的。要认真练哦。好，三年级的有没有？落什么？三年级的几个？举手。落锦荣。
好，到老师这边，到这个老师这边，没关系哈，我们先分，等一下再平均掉人数，啊，等一下再平均掉人数。四年级有没有？来这边。五年级有没有？好，剩下的到这边，没关系，等一下我再排人数。好，等一下我再排。这是吴大师 B B， 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 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哦，吴大师。他的叫 B B 哎，吴大师 B B。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 B。国语名字叫什么？陈斌，妈妈是泰雅族。爸爸呢？泰雅族。住哪一村？中治村。走。你国语名字叫什么？陈俊。弟弟放音乐哈。嗯。啊，开始喽。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
后面没有的是有吗？来，快点，不要动哦，不要动哦。好，不要动哦。不要动了哦，好，全部抬好，不要动。来，这边三年级的，最后一个到这边，对，到这边。好了吗？好。好，来，我们从这边开始哈，这边开始，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左边啊，第二组在舞台的右边，第三组一样啊，在左边中间，第四组在右边中间啊，第五组就后面那边啊，可以吗？可不可以？有没有问题？好，最大这里要最用力跳哦，啊，知道吧？来，好，我们现在啊，老师再开。Come on.
吴大师 BB， 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他的叫 BB 哎，吴大师 BB。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11岁，你哦国小，哪一组？太阳跟贝朗。介绍一下国语名字。有可爱的。的哪一组？太阳族。眼睛看这边哈，太阳族。爸妈都太阳族吗？有。奥花国小嘛哈。来，你们两个要表演什么？要唱歌不怕死。好，那就直接开始了哈。好，预备开始。我告诉太阳，在我耳边回响，不知道他的是个我一样。拿着麦克风，我就是喜欢这样唱，反正你也不能拿我怎样。我指着太阳，斜坤的光芒，跑到在你身旁，在你不知所措、彷徨、别紧张，不会对你怎样。只想大声唱，只想大声唱。生长在这里，亲爱就是兄弟，手上拿着台皮，就能直接到地。别人说我不想冤，命在这里，我的是太阳系，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太阳的足迹。散发这种热情，发动你的心情，就是要走的随性，丢了工作也不用着急，就是喜欢这种美丽。喜欢大声说，我来自哪里？让我先干为敬，各位这杯一样清醒，点点滴滴，不想拥有回忆。如果没有今天和你，我送你，因为有你犯错一个决心，能证明我是太阳奇迹。耳机再近，我们是 TTTH。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对对对，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got you, baby. Some people want diamond rings, some trust, but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 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我后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你这个发型是贝克汉头吗？没有，我自然卷，我下不来了。林威索拉林威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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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吧呀呀呀，给巴卡索达比亚索尼。巴卡索达，乌杜里亚索米。
Thank you.
啊，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对对对，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几年级？六年级。几岁？十二岁。十二岁哈，念哪个国小？国爱国小。我念一遍哈，你要听清楚。台中市和平区。哎。博爱里。你是博爱里的什么部落？嗯、有没有？松鹤部落。松鹤部落。很多五叶松，很多鹤。什么什么什么？很多五叶松，还有很多鹤，不是鹤吗？五叶松哦，那你哪一组？祖和泰鲁格族、哦、你有泰鲁格族血统，你的 爸爸是哪一族？爸爸是泰雅族，妈妈是泰鲁格。妈妈是哪边的鲁古？花莲啊。花莲秀林乡还是万荣乡？秀林乡。秀林乡什么村？甲湾村。哎，你国语名字叫什么？讲一次。孙少军。孙少军。那个很少的少吗？还是少是那个、哦、很难的，真的很难。一个召唤兽，那个召唤的一个刀，在一个口，在一个啵啵啵啵的枝。哦，介绍的少吗？不是。不是，那你是不是你们部落里面最帅的、啊？爸爸是爸爸是哪边的台湾人？这边博爱里。博爱里的哈、哦，台中。台中市和平区博爱里。Yes。那妈妈是花莲万秀林乡景美村嘉湾部落哈。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那个，你天生这么活泼吗？没错，没错。好好好好。来，那个妈妈怎么讲？妈妈。哎，怎么念呢、啊？鼻子，别动鼻子、哦，不要动，你的五官很好看，不要动。鼻子怎么讲？鼻子叫做鼻子。不会哈、哦，嘴巴。口口啊。不要动，不要动，嘴巴，牙齿。何谓牙齿？哦。那下次要给我录唱歌哈，跟跳舞、哦、啊。下次要给我录唱歌跟跳舞练一下。好，我绝对会。你给你的，那吴大师 B B， 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 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叫 B B 哎，吴大师 B 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 B。
林什么事？好学，几年级？五年级。飞鸟，爱丽丝的第一次。例子。你们会清唱的歌？简单的啦。有没有？我不恰恰。不真的，我有林浩轩，看看。我是一米七，一百八十岁。没有这，真的没有。你是住？到死了都要一百八十岁。夏崇德。十八岁。对对。你有没有清唱？你要清唱一首。你的屁股动我的肋巴。什么酒后？弟弟。
吴大师 B B， 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 B 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哦，吴大师。太太叫 B B 哎，吴大师 B B。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 B。国语名字叫什么？叫做夏贺由郎。几岁？十岁。住哪一村？乌来村。爸爸跟妈妈都泰雅族哈。对。是体育班的吗？对。哪个项目？篮球的。预备开始。摩托车的嘛，摩托车不会。你好，这个比哈雷。很好，看镜头，很好。哈雷的，很棒哦。哦，厉害。很好，继续。
wait. Never have another dude in my eyes. Your smile, my eyes, your looks, my eyes, your face. Look around, you don't see your head. It's over.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对对对对，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吧，不好意思，扯远了。对，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在我心中，老鼠伸出粗壮的手臂，我背嘞，继续哦，长出嫩嫩的新叶，你很厉害呢，要创造一个绿色的世界。It's so cool, I'm walking my dog.一生有爱落我天庙照一生一路一生看的不应美啊土壤我的话是美我的话是美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爱的味道还有你的怀里
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对对对对，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不，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Thank you.
吗？好，我们先休息。很棒很棒很棒，来介绍一下国语名字来。骆什么？骆什么？骆锦如。锦哪个锦？风景的景。文呢？龙。骆锦龙，龙凤的龙哈。荣誉的荣。哦，骆锦荣，几岁？几年级？三年级啊。不那个三年级哈。对。水源国小吗？太仓。太仓国小，德鲁古哈。好好练哦，等一下再拍你哦。你跳一小段好不好？你很会跳，你跳一小段随便。快点 ，OK， 开始。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好，好，欢迎你来，妹妹，赖皮欢迎。我帮你，我帮你。不能。再一次，预备，开始。都是你的。好，换你，他刚刚跳完，换你，来，预备，预备，开始，换你。击多少跳多少就好了，预备，开始。再来继续，我忘记了。棒很棒哈，棒哈，要不再试一次？好，你的国语名字叫什么？什么？国语名字？张文兴。张文兴吗？威兴。那个威力的威吗？威武的威的。哦，威力的威啊，星呢？一个日再一个金，把那个错去掉。一个张威星啊，一个日啊，太阳那个星期日的日吗？再一个金啊，哪个金？那个金的。金啊，把那个错去掉，然后是。就是等一下，张威星哈，几岁几年级？三年二班。哪一个学校？吉安国小，八岁。八岁，哪一组？阿美族。阿美族，爸爸跟妈妈都是阿美族吗？还是混血？台湾的还有阿美族。哦，那怎么会想学那个街舞？爸爸说想不想练？我就想练。爸爸是阿美族吗？台湾人啊。爸爸是闽南人。来这边练。很棒啊，很棒啊。妈妈是阿美族哈。那你会不会讲一点阿美族话？学校有没有上母语课？你那好像是。有没有教阿美族话？妈妈怎么讲？问两个字就好。妈妈怎么讲？没教过。爸爸呢？也没教过，第一课都没有教过。我还没开始教。好，你跳得很棒哈，赶快等一下认真学，我再拍一点哈。好，那你赶快先去喝水。好，谢谢哦。这是吴大师 BB， 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叫 BB 吴大师 BB。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就叫做吴大师 BB。
不要害羞。掌声响起来，我心甘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斯拉伊瓦卡勒莫那伊达多萨迪奥，诺哈纳米那嘎。他在青苔叹那无情郎，想到泪汪汪。你那天比赛唱歌是哪一首歌？一代女皇。哦，来唱一首。送苍天，风将满光环，起飞半世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天。我无罪，我无罪，无罪，请恁免同情我，就那路啊，听你心话。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马杜纳莫，别那么好，我阿姆特罗古杜米，哥孙都还该特罗古，哥孙都还我特罗古。马杜纳。对对对，叫什么名字？罗子。啊，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姓什么？姓徐。徐什？许啊。许。许什么？许豪。许什么红？红，很红啊。许什么红？许红俊。许红俊啊。等一下，等一下，俊是英俊的俊吗？对。红是哪个红？王力宏的红吗？对。还是那个水公鸟？还是一个公再加一个私。等一下我写一下，你几年级几岁？一年级。一年级啊？几岁？
六岁哈，哪一组？德鲁古，是不是泰鲁格组？不是，泰鲁格组啊。对对对哈，那你有没有德鲁古的名字？等一下，等我一下哈。红俊，那有没有德鲁古的名字？不知道。我有啊，可是我不知道。嗯，好。骆锦荣哈，对不对？骆锦荣几年级？三号。你是六岁哈。那个许荣俊，三一年级哈。好，谢谢哈。6, 7, 8, 2, 3, 4, 5, 6, 7, 8开始。然后他们全部先做交换位置，就是一二三四，大哥，弟弟不吃了。然后我们两个的话就是踢，跟着起来，跟着起来，跟着起来，来，一、二、嗯，好了，哎，二，哎，来，三，四，对，还有这脚交叉的时候，对，这脚抬起来。用古心啊，培养几个来大爷，姨妈培养几个，艺术室外培养几个，古不来，艺术阿叔呀，培养几个，老黑本阿三怎么落寞？Bayu temalung sekarang kuzing. Unas sayur suh. Unas sayur suh. Kua suva un. Unas sayur mu. Teacher.欢迎我的小朋友大家可以开始练习啦。Thank you.
过来，帅哥，过来。你怎么不练？练。你要练啊！长那么帅，不练一下。是吗？工作室的女子。我打是 BB。嘿，嘿，你听话。我打是 BB。有一次拉那狗在录影。耶、yeah, ，把锁上了。你听话，你看。你听话。小镇，我看一下。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对对对对，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大家好。
黄对还黏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哦，非常棒，谢谢谢谢。再一首好不好？有没有别的答案的歌？棒棒，有一个叫什么“根咖尼古根咖”什么？松咖尼古达达米侬，松咖尼古达米侬，松咖尼古达米
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对对对，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
个吴大师 BB， 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就叫做吴大师 BB。国语名字叫什么？张佩瑜，十岁。嗯，念哪一个国小？富士国小。他有歌组，金敏，阿爸有啊。哎呦！巴浪不奇妙，不奇公鸡，波音，那不奇妙，大气。巴浪不规矩，不奇奇妙，有意。帮是给公位，一秒出太极，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妈妈没送你，你是我的爱，爱就梦见，喊着喊着你是不是？让我 baby tonight， waiting grace， I'm sorry and I'm waiting grace。Make our nature waiting grace. I'm stormy, I'm not waiting grace. Oh no! 哎呀，你怎么那么厉害？你这又跟谁学的？这个也是自己学的。自己啊？你有在学校表演过吗？有啊。哎呀，屌屌屌，你真是屌毙了！弟弟，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名字一下。来，国语名字叫什么？啊？国语名字叫什么？吴国龙。吴国龙啊，国家的国吗？对。龙凤的龙吗？龙的龙。啊，吴国荣啊，那个的哪一组？爸妈都德鲁古吗？啊？爸爸跟妈妈都是德鲁古吗？对。那你是住哪里？水源村吗？几年级？是吴国荣哈，国家的国，荣誉的荣哈。吴是湖，不是吴。古月湖吗？对。吴国荣是吧？对。
来来来，你有没有德鲁古的名字？答应。好，答应哈。张老师。好，立。还有，简单讲爱德华。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对对对，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
红红粉红的，然后有香气，然后口感也很甜，也很有水分，然后外表有很多细毛。来自主人村，后天就读永平工商，有一群组歌，平常擅长的才艺跳舞唱歌，加油！
大师里面，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 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他的叫 B B 哎，吴大师 B B。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 B。
ya di bekasau dalia soli bekasau da bekasau da上好吗？